大家手头的工作停一下，这不快过中秋节了吗？给大家发点福利。好，大家来我办公室领啊。来，你的，谢谢老板。你的，谢谢老板。还有你的，谢谢老板。来。这是你的，谢谢老板。来，这是你的，谢谢谢谢。老板，怎么没有我的呀？小白，你这嘴里的味儿也太大了吧？就是就是，上班不知道刷牙吗？你来公司不到一个月，要什么福利啊？其他人都回家过节吧，小白留下来加班。啊！老板，为什么呀？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？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，去吧。哎，你一个新来的还想要什么福利呀？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。就是干好你的活得了，省都没回来还得给你擦屁股。对了，记得把你的牙刷一刷。哎呀，终于下班了，同志们，我们走吧。我晚上吃火锅去吧。哎呀，一起去吃。走。进，你工作干完了吗？老板，您放心吧，所有的工作我都完成了。我问你，你的钱收到没有啊？钱？什么钱呀，老板？打开手机看一下吧。老板，您不是说工资节后才发吗？别人能等，你能等吗？喂，爸，我找到工作了。找到就好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爸，过节不好买票，我就不回去了。等过完节，我就回去看您和我妈。好，好。爸，您告诉我妈，一定要安心养病，医药费的事情有我呢。嗯。好的，爸，那我就先不跟您说了，我要工作了。好吧。郑秘书，小白的工资一定要提前发，他现在正在加班，三倍的工资一分钱都不能少，知道了吧？好的，老板。好，走吧。我们公司啊，虽然不大，但是会把每一位员工当作家人。快过节了，我知道你也不好买票，来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份礼物。还有啊，这是我的车钥匙，你开着它赶快回家过节去吧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快去吧。我愿把真当从梦中醒来，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，舍不得分开。